对，为什么会感谢阿粉呢？因为我真的觉得，就是因为我觉得礼服很重要，然后很，真的如果没有阿粉，就真的不会有，真的会不知道我的礼服长什么样子。真的就是，我觉得很感谢他。中间还有一些对，反正就非常感谢他，谢谢阿粉。阿粉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在帮我做这一套礼服，所以我觉得幸好有阿粉在，不然我真的会少了一块拼图，我的演唱会就是少了一块很重要的拼图。对，对，没有服装部真的各种卡，真的对，真的，而且因为台湾没有一个，因为其实像我觉得我在跳舞里面有说嘛，我觉得偶像的衣服真的不好做，就偶像的衣服你要做的好是真的非常，就是有很多美美嘎嘎，比如说裙子要怎么样才会好跳舞，怎么样才会蓬度好，怎么样才会符合那种感觉，就是偶像的衣服真的有很多难处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台湾没有像欧莎雷这种真的超级专业，就是超级会做偶像衣服的公司，或者是我不认识而已，我没有认识。对对，然后我们像我们设计稿，对，还是要过给日本还要过才可以。对，然后我的要求还是那种，就是要能够换衣服，就是要能够两穿的这种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没有阿粉，没有人做得到，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感谢阿粉。我真的想把它买回来，我真的跟大家说，我还没问要卖我多少钱，对，但我真的想把它买回来。对啊，